现在大家听起来感觉着很莫名其妙，可能有这个感觉啊。有些根本没有解散，就给我念一下，跟大家说一下子啊。《华严经》啊，讲究行布和圆融。现在我们讲的是圆融。行布呢，一件事一件事跟你说。比如说吧，出发心满信了，登了初住了，见了法身了，相似的。那以前这讲的说，你从开始信，这个信没入味了，这我们讲了多少遍了，信到究竟了，满心了，信什么呢？信佛，信法，信僧。但是这个佛到什么时候，咱们信的是什么佛，咱们信的法是什么法，这很粗浅的了。要把佛讲到深处，说信的佛信的是自己，自己具足什么样的功德不知道，只知道现在业障很重，苦恼很多，但是你那个无量的功德不可思议了，不可思议，但是没得到，没得到。因此呢，在我们现在所念这个，所念所讲这个，他说海印三昧，等了初住菩萨就可以修海印三昧，到了成了佛了还是修海印三昧。那这个海印三昧的名字是一个，意义可就不同了。对，这意思怎么跟大家说呢？咱们普寿寺出去一个比丘尼，普寿寺的比丘尼，那这个比丘尼可能还没受戒呢，也许到这儿来住上个三个月五个月，但是他可代表普寿寺所有比丘尼，这个大家可能懂了。说你入了初住，但是你将入初住的还没入位的，但是你所修的法，那个法呀就深了，就是海印三昧，微尘数三昧，这一个微尘数的三昧就等于所有一切微尘数三昧，就包括一切的微尘。说他这个法门讲的圆融，贤首菩萨这是我们现在是讲的圆融的部分。只是说他未圣，一进了初住就具足这些个，他具足哪些功德，就是我们所讲这些个，大家听起来好像很深。那个做解释不呢，要解释起来太多不能做解释，就念一念，等到后头啊，因为这是讲圆融的时候，后头他会一位一位给你讲。所以在一个微尘入三昧了，就是入了成就了一切微尘数定，本来你入了一个三昧成了一切微尘数定。你只认识普寿寺的一个比丘尼，普寿寺的比丘尼还多，你认识这个，或者他出家才两三年一两年，那佛法他没懂得很多，那是包括了普寿寺所有的比丘尼了。这个道理可能大家懂。说我们说的是无声法音，从初住菩萨也可以相似无声法音，乃至到成佛还是无声法音。那他讲的时候念着，他这在这个文字上的说，那就从你
进入无声法眼，一直到佛的无声法眼，他那个道理就很深很深的了。海印三脉，咱们修行入定，或者一些刚出刚修行的菩萨入海印三脉，那他这个海印三脉跟文殊菩萨要入的海印三脉，跟普贤菩萨入的海印三脉，那怎么比呀？没法比了。就是讲说呢，他入的三脉跟普贤菩萨入的三脉平等平等，那就叫一个海印三脉。这个大家懂了吗？这个可能懂。说现在我们都是凡夫僧，凡夫僧嘛，就代表圣僧了。那地藏菩萨也是个和尚，他像那个和尚像。咱们地藏菩萨那个和尚跟我们这些和尚能比吗？他讲吗？必须得讲啊！大家都一样，不一样。那都是人，大家都懂得了吧？都是人。他讲起来讲人，他讲人这一道嘛。他说这个人可就复杂了。就是法呀，就是这样子。说大家现在听起来啊，对，有些个为什么不解说？对，这个后头还要说，这个说完了后头说什么？那你没所依了，现在说起来无所依，你到哪一位后头要一位一位讲，这三十位。位位都居住，前头居住后头，后头也居住前头，后头的后头的大菩萨成就前头的初发意的菩萨，初发意的菩萨显后位菩萨，他的功力深厚，到了什么什么什么程度？咱们现在也在度众上，一切十方诸佛都在度众上，咱们这个度众上。差劲儿的很呢，跟诸佛度众上完全不一样的。但是度众上，这是通明了，是吧？得一微尘入定了，一切微尘都入定，那这个可就深多了。知道这个含义了，就知道现在为什么没解说。越往后，这个普化，这个贤寿菩萨越深越说越深，深完了又回头，回头的意思呢？完了，先圆融再行布。咱们一天所学的呢，就是所做的课程学习时候呢，说先行布后圆融。这《华严经》都是先讲圆融，后讲行布。咱们前头现象品，如来现象品，啊，净讲着佛的果德。那我们一个凡夫来听到佛的果德，就没办法理解，不可能。说现在我们讲的，说你信了，一信佛了，你那智慧力量啊，就能摧伏一切魔。咱们现在是信佛了，咱信佛的力量。连烦恼一点小烦恼都降伏不住，稍微不随意了，心里就烦恼了。这个就不能，所以在这个就讲无声法眼吧。从开始得到佛声法眼，一到诸佛成就了，还是甚深无声法眼。咱们现在用功还不会用，这无声法眼讲到无功用道。没功夫可用了，所以这两个怎能比啊？咱俩门还没入呢，人家都入成就了，咱这个有没有阿罗汉比丘尼啊？你也不知道啊，他不能说、哦、我是证了阿罗汉果了，敢说吗？他真说的那个，他没证到。真正道的了，他绝对不会说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大家懂得了。你要学《华严经》，我一再嘱咐大家学《华严经》，要耐心。
把你那个心呐、啊、静下来，不要浮躁。这个道理不懂，你是不懂，我还不懂呢，我讲的也不懂，你说的也不懂，我怎能让你懂啊？我都没懂，我怎能让你懂啊？但是我明白，我明白什么呢？怎么样才能懂？这个时候你要引，引，就要发引，发引就是引发。我不懂得发，我能引。引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能够渐渐的深入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像呢，咱们听到那时候海印三昧啊，华严三昧啊，这个名字也没听说，因为我们连三昧还没门还没入呢，还怎么能去华严三昧、海印三昧啊？不可能。是吧？在一个微尘里入了三昧了，就在一切微尘都入定了。咱们这个一微尘的定还没有呢，怎么能入一切微尘定啊？从文字上说，啊，说你现在落法了，当了比丘尼了，就是一切比丘尼跟你一样的，不管他圣僧凡夫都一样的，只要他现的比丘尼像，那都是比丘尼了。在这里头可差别真大了，你说有差别没有？你们这一十二年老师傅了，有刚落法没几年的，也算了比丘尼了。那这个比那跟那比怎么比啊？是，你们跟如瑞跟妙音平等不？平等平等，这是理呀、啊，是这平等吗？他说了能算，你说了算吗？对，你连发言权还没有呢。我说这意思啊，拿这个做印证了。我们这先讲圆融，是吧？也耐听，对，一文尘入了三昧了，那就成就一切微尘处定。这一文尘并不增加，那一切微尘处也没有减少，对，一不减少，多者不增加。其实只是明白这个意思了。华严三昧也入是，海印三昧也入是。为什么详细给大家讲呢？不讲啊，大家还不会糊涂啊，一般的了。等将来学到就行，越讲越糊涂。所以你不知道境界吗？不越讲你越糊涂吗？他有些事情还不能跟你讲，跟你讲你也没办法，没办法进入，是这样的意思。要咱普若寺要修大殿，开会的是那些老执事开会。把你们拿去开会，啊，如瑞法师跟你讲啊，你应该讲这，你到你也莫名其妙怎么回事儿，跟我讲这些干什么？你能懂吗？那浅显的事儿，拿这个做例子了。现在你要耐心地听，对，我看见你们那俩听的茫然，说听的睡觉了，乖瞌睡了，干脆给他不听，就是这含义就是这样意思啊。现在啊，这是正在入初住。初住的菩萨有什么大的力量？有这些力量啊，这叫相似。相似成佛，入了初住就是相似成佛。他不是真佛，他没到那个地位。像我们看见比丘尼，看见比丘僧，这就是三宝。把他当佛一样看的呀，当圣僧看的，实际他不是，就这个含义啊。在这个文中念起来啊，没讲，他一共他是诵诵太多，这是贤首菩萨说这个时候的时候，是给那个华严会上那些菩萨说的。是那些菩萨来成就，但是你从这个成就你怎么办呢？你从那个啊吃饭说文殊菩萨寄送念，那是一举一念念念那个就入这个，那个是很浅的能做的，从那个能做的做到就入这个甚深的境界。这是
文殊寺里边说这么样做，他叫显首菩萨说你这么样做你将来能得到什么，是得到显首菩萨所说的，这个可能明白。你现在随缘落法出家受了比丘尼戒了，你不清净，但是你现在开始清净，能够达到清净，那个显首菩萨说的是我们希望，我们的愿力，我们将来能够成就。文殊师来告诉我们净行品是方法，你照着去做去吧。做个那后头已经做到了，能得到那种不思力量，因此呢，大家就耐心听啊，听的文字你多读。我们这有读《华严经》的一部分的这个道友，那他们就读久了，他就能明白了，不是完全证入啊，从文字上，从形上，就渐渐就明白了，渐渐明白了。因此嘛，所以学华严的很难呢，最初学习的很难呢，久了嘛，从难，完了才能达到容易，从容易又再难，完了达到容易即是难，难即是容易，平等平等，意味禅宗入三昧，成就一切微尘定。而彼微尘已不障，与意浮现难思畅。彼意禅宗众多刹，或有佛，或无佛。或有杂言，或清净；或有广大，或狭小；或福有成，或有坏；或有正住，或旁住；或入旷野热食宴；或入天上因陀罗王。说在这一个微尘里入了三昧了，所有一切的微尘都有你在入三昧，这是普遍的意思。是微尘增多了呢？不是的，微尘并没多，并没增多，它是普现的，一个微尘里现了无边的佛世界，就佛刹。那每一个微尘都入是，这不是要事上是这样说，只显你的心理啊，懂得这个意思就知道了。咱们现在捻一个微尘，说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个佛刹，你信吗？你没法信入啊，就这个含义了。但是这菩萨证到法性了，法性就是啊，这一微尘就是法性，这法性的本体，那一切都在法性里头。因此呢，念这个文的时候就没加解释了啊。如意一尘中所示现，一切微尘悉已言。此大明成住圣人，三昧解脱神通力。这就是《华严经》的一多相门。一微尘是少啊，多微尘是多呀。一入世，一切都入世。要欲供养一切佛，入于三昧起身变。一手骗三千界，供养一切诸如来。他用一个手供养一字画，供养十尽末画，他就骗于三千大千世界，骗于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，每一佛都有三千大千世界。普供养这一切住入来，就一个手，就是一枝花。举例了，说想供养一些诸佛，他用他的神变，一手拿一手供着一枝花，骗一些诸佛。不过在《华严经》啊，这突出的讲，大家在《阿弥陀经》上也这样说呀。你早去一起来洗洗脸，
就到十方国度，过无量亿十方的十亿诸佛，十亿哦。供养完了回来了，在极乐世界时候才吃早饭，就吃早饭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也有这个含义啊，不过是没讲就是了。嗯，这就叫什么呢？不可思议，《华经》讲一即一切。嗯，十方说有圣妙华，图香墨香无价宝。如是皆是，皆从手中出，供养道树住住最盛，无价宝亦杂妙香，宝床翻盖皆言好，真金为花，宝为藏，莫不皆从掌中出，掌中语，他手往下一举，就是下这些宝，供养诸佛，供养三千大千世界，像下雨那么多。意呀，不是手啊，是心呐、啊，嗯，嗯，真金为花，宝为藏，莫不皆从掌中语。十方说有诸妙物，应可奉献无上尊，掌中须臾无不备，普田树上持供佛，菩提树前持供佛，嗯，掌中须臾无不备，菩提树前持供佛。十方一切诸机要，宗古琴瑟非一类，演奏和雅妙音声，每部从此掌中出。十方说有诸赞颂，称叹如来十功德，如是种种妙言辞，皆从掌中而开眼，手掌开眼，手掌就说法了，也供养佛了，也在说法了，也叫演奏的妙音声了。嗯，如是种种妙言辞，皆从掌内而开眼。菩萨右手放净光，光中相随从空语。菩萨十方诸佛都供养一切照寺灯，游放光明妙庄严，出生无量宝莲华。奇花散相皆殊妙，以此供养与诸佛。游放光明华庄严，种种妙化即为藏，普善十方诸国都供养一些大德尊。游放光明香庄严，种种妙香即为藏，普善十方诸国都供养一些大德尊。游放光明墨香严，种种墨香俱为藏，普现十方诸国都供养一些大德尊。游放光明一庄严，种种名迹，种种名义即为藏，普现十方诸国都供养一切大德尊。游放光明宝庄严，种种妙宝即为藏，普现十方诸国都供养一些大德尊。游放光明莲庄严，种种莲花即为藏，普现十方诸国都供养一些大德尊。游放光明英庄严，种种妙言即为藏，普现十方诸国都供养一些大德尊。游放光明闯庄严，其闯训唤备注色，种种无量皆殊好，以此庄严诸佛度，种种杂宝庄严盖，宗庙征幡共催思，摩尼宝铎演妙音，直是供养诸如来，手书供具难思议，入室供养一导师，一切佛所皆如是，大士三昧，大士三昧神通力。这一段寡说供养，寡说供养，妙音也从手出，什么都从手出。这个手就是一法界，大总像法门体。那么一切宝物，一切什么，手里头出音声，手里头出宝物，凡夫是指礼拜赞叹供养具，这些都是供养具。
不止供佛，上供和下寺，成舟法界。这都是意念啊，是心呢、啊、不要想到这是手，手即是心。这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意念到的，我们的意念呢是想不到的。这个讲的都是遍周法界的，显得是果德，显得是果德。但是登了初住的菩萨，他能够示现，示现什么呢？这叫三昧。什么三昧呢？广供三昧，广大供养一切十方诸佛，成就这一个三昧。但是呢，这个广供养啊，都是从手出的。手没增大，那些事物也没减小，它怎么出的？这叫不思议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广供三昧，广供三昧。还示现诸法三昧。以下就是菩萨的得住菩萨位，就能有这些三昧。菩萨住的这三昧来是教化众生的，供佛度生，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，就是给众生说法。说法嘛，也不是用嘴说的，就在三昧里头显现说的。菩萨住在三昧中，种种自在摄众生，悉以所行功德法无量方便而开诱，诱导众生。回以供养如来门，回以难思不思门，回以头陀持戒性，回以不动堪淫门，回以苦行精进门，回以寂静禅定门，回以决定智慧门，回以所行方便门，回以犯住神通门，回以四摄利益门，回以福字庄严门，回以因陀因缘解脱门，回以根立正道门，回以声闻解脱门，回以独觉清净门，回以大乘自在门，回以无常众苦门，回以无我受者门，回以不净离欲门，回以灭尽三昧门。随诸众生病不疼，回以法药而对治；随诸众生心所乐，悉以方便而满足；随诸众生行差别，悉以善巧而成就。诸事三昧神通相，一切偏人莫能彻。这显得佛果，随众生所行的擦门，菩萨以这个而为教化众生，这叫什么法门？法门的三昧，这个法门三昧的名词叫法门三昧。那菩萨入于无量三昧，每一个三昧有每一个三日昧的作用，作用。这一共说了二十种法门。这二十种法门，每一法都能通达到成佛。就是演这么多法。这是在什么地位上的呢？原始住，原始住，在我们的智慧分辨不出来初住到实住每一住的功恒，还有实行啊，还有实回向啊，这还三十位呢，这才说的实住啊，后头说的实回向、实行。十回向最多了，好多卷。那等到初地呢？那是实地呢？
说华严称为札华，札者非常的佛光，札嘛，嗯，你札的意思啊，像咱们要到台怀镇，卖香辣的，卖吃喝的，卖水果的，本来就是一个台怀镇，杂得很，他各种的商业，各种。咱这佛门里头啊，就像那个《华严经》，就是就像杂货摊一样的，要什么取什么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你有多少个因，成就多少个果，无穷无尽的因，无穷无尽的果，满一切众生欲望，一个众生他的想法他要求多得很，他无量众生，那他有好多想法，他好多要求，咱不说那么远了，那让我们这几百个人那要求的什么，个人想法不一样的了，都满足你们，谁来满足啊？佛。我这有的该说了，那我要求很多，一样也没满足啊。像你还没跟他通到气儿，他想满足你，你没跟他接上头。因为啊，就像咱们拿那手机似的，你还没编上号呢，你还没交费呢，所以你通不到话。含义就是这个一个意思了，供养，供养本身就是门，这个门是通达的，你的供这一门通达佛的果德，完了佛跟你说的一切法，这一切的法门，舍舍众生，舍舍众生，你要住在这个法门三昧，能够以一切法自在无奈的舍受众生，应以合法得度者，那菩萨就给他示现合法。有妙三昧，名为随乐。什么叫随乐呢？是众生喜欢什么，他好要什么，怎么样才能生欢喜心？那菩萨就使他生欢喜心，这叫妙三昧。妙是不可思议了，很微妙了。若菩萨住到这个三昧里头，普观察一些众生，他喜欢什么就给他说什么，喜欢什么就说，目的是示现度众生。让他做什么呢？让他从欢喜心依照佛所教授的方法得度。劫中饥馑灾难时，施以世间诸乐具，随其所欲皆令满，普为众生作摇椅。回忆饮食尚好味，宝义严具众妙物，乃至王位皆能舍，令好思舍悉中化。回忆相好庄严身，上妙衣服宝璎珞，华曼威势相突体，威与具如度众生。一切世间所好上，宰相颜容及衣服，随应普现瞎其心。像那侠义那个侠啊，悲乐塞者皆从道，这才是五个偈颂啊，一共有17个。菩萨入了这个三昧了，他舍受众生，饥馑的没饭吃的，灾难的给他灾难，喜欢药具的各种药器吧，那给他药器让他满足。
或者我们这样想了，这菩萨这么大愿，为什么现在世界上积极的人还这么多呀？那给的样子都吃饱吗？嗯，对，佛法从缘起呀，还没记住这个缘呢，没有缘，那个因不能生。嗯，对，菩萨这个缘，因为我们又没这个因，颠倒一下因缘。是入了这个三昧的，这叫舍生三昧。怎么舍化众生呢？入了这个三昧的这个方式来舍化众生，就是满足一些众生的要求，这叫舍生三昧门。另外你还没入的这个三昧，你还不懂得，得入了这个三昧，才懂得。得要以华严经上讲啊，这种叫做不思议的妙色悦心，妙是微妙的，色是一切的耐着，耐着以微妙的色心满足一切众生的耐着，随他所求，一切施予。嘉陵频切美妙音，即是罗等妙音声，种种梵音皆入住，随其心要而说法。八万四千诸法门，诸佛以此度众生，别也入其差别法，随事所依而化度，劝喻难外，令众生生欢喜。众生苦乐力衰等一切世间所作法，悉能应现同其事，以此普度助众生。一切世间助苦难，深广无涯入大海，与彼同是悉能也，令其得利益得难乐。这是四舍法的同四舍。要有布施处理法，不求解脱离喧愧。菩萨为现舍果时，常乐出家心寂静，家事贪爱系佛所，欲使众生悉免难，故是出家得解脱。比如说欲乐无所受，这里头耐于力行，力行嘛，就对众生有利益的，使得高兴的，就做利益有众生高兴的事儿，叫力行。或者给他做布施，他贫乏了，施舍他的东西，或者缺乏钱财了，给他钱财，缺乏物质了，给他物质，就是难行的能行，菩萨示现十种行，以行一切大人法，诸现行等无有余，悉无余，为与利益众生过。有的众生要想离十乐，得到清净，菩萨就给他说大人法，大人法就是佛法啊，大人法。大菩萨法，那些个诸先行等修于，那些个大先，先就是佛，在印度说先就是佛，给他说这个世俗世间法，让他得到究竟清净，这就是使众生都能得一，叫内清净外清净，
五种内清净，五种外清净。什么叫外清净呢？无罪，立行，利益众生的时候没有过错的。一种不转利行，一种见次利行，一种骗行，一者入因广示其相。说这个菩萨一切有情，起这个广大的悲心，令众生都能生欢喜，这叫利益众生的，使他生欢喜心。又者诸菩萨一切有情，那么使他们身心安稳，身心欢乐，这叫行利行。或者是他需要菩萨现自身入普人，照顾他一些行为，没有疲劳想，没有厌倦想，生欢喜心的利益众生，这叫利他心，使他得利益。如果众生贪着残财，那菩萨就以一财富来施舍给他，令他起不贪不吝。耐眼的众生，菩萨就示现，渐渐使他消离耐眼。总之吧，凡是众生需要耐耗的，菩萨为了利益一切众生，都能以佛的教化而去利益这一切众生。这菩萨十住位的菩萨入了住了，就能这样的示现利益众生。要有众生的受无量烦恼悲喜乐具足，菩萨于中得自在，是受老病死重患。一个众生寿命很长的，他享受都很快乐的，他就不修道不求法，菩萨呀在这个中间就给他示现自在。菩萨得了自在了，得了什么自在了呢？立生的自在行。或者对这些个老的年老的，对着有病的，对着死的，一些众生啊，他不知道的生老病死的苦患，菩萨就示现老，示现病，示现死，让一些众生能够觉悟，老了必然要死的，让他不要贪恋世间，而舍弃世间。病苦的时候，身体不舒服，身心都不舒服。所以你在这没病的时候，你要想到病的时候，那些菩萨就示现病，让那健康的人看见，让他生恐怖，不要害病，不要贪恋，不要贪恋这个肉体。菩萨也示现死，化现的死，让那个对身体对世间贪恋的给他示现，说你还要死的呀，你死了什么也带不去的。就是菩萨以生老病死苦，在菩萨得了自在了，但是他给众生示现，让众生离四患，是四大罪患的生老病死。或者是众生贪欲痴嗔恚很严重的，菩萨就给他示现，说这个贪欲嗔恚欲痴就像那个猛火一样的炽炎，能把你烧，把你法身，把你肉体都能烧化。为什么菩萨要示现这些个呢？
众生在快乐难移当中，他不知道你还有老病死啊。这人想到过吗？或者学佛者想到，想到当你没病的时候，你不会想到病啊。你没死的时候，你还想你总活着。年轻的时候，想到老吗？想到老就是苦啊，生老病死苦就是苦啊。这只有闻到佛法的时候，你说佛的教导，知道这些病患，那大菩萨他就给众生示现，让你求出离。我常听见恭维啊，你这么老了你还在讲课呀，你听到恭维好像很高兴啊，你高兴什么？你已经现在跟死快近了。对，但是再老的人就像我，他不想死，他还没想到呢，今天存在了明天存在不存在啊，下台一人没走好，一个跟头摔下了，没气儿了，大家就送往生了。菩萨他示现，他示现让你什么呢？不是让你生烦恼，让你悟灭修道，你悟着了明白了啊，老要死了，不老死不死啊，并不是人都是活到老了，活到八九十岁一百来岁再死啊，二十四岁死的也不少啊，是让你视线知道老病死，让你求出离，这调伏众生的方法啊，这叫菩萨他要利益众生，什么都想到了，都思维到了，让众生求出离，让众生依着法修行，等你健康的时候啊，你要想到不健康的时候。世俗上也懂得，不是佛法的熏陶也懂得，举世尽称忙里老，每个人都忙得不得了，特别你要看电视，你看那日本人，看那狗人，那走路都是跑的呀，上班时候都是跑的，忙什么嘛？时间要到了，怕上班误了点，多几个迟到嘛，人家扣你工资了，再多几个迟到，我说不要你了，不要你没了业了，你怎么活着？他就跑，这就苦啊，逼迫的苦，那苦。得这两句话警策人的了，举世皆从忙里老，忙得不得了，老得就快呀。何人肯向死前修？没死起前，你休息休息吧。我来呀，要来讲课。我深圳一个弟子给我打电话，啊，我说我要上课了，那我自跟你说几句话，我说你说吧。他说我计划呀，我到五十岁才退休，我现在怎么就，我说现在好大了，他说四十五了，我说那四十五了四十六死不死啊，他不答复我了，我说四十六也会死的了，你出门不准，你不好好修行，心不在从你开车撞了车了马上就死了，等到你五十再退休，你想的还不错呢，那怎么办？哭哭啼啼。我说现在就念佛呀，你准备死啊？明天死也好，我今天把佛念好了，然后死了就升极乐世界去。思想问题，众生计划的呀，众生他的打算呢，他不想到老病死。你健康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要生病吗？这个世界上有不生病的人吗？有不死的人吗？有不老的人吗？
菩萨给他示现，你视线没死到他头上，出车祸了，你看着吧，你看哪个电视，那地方出车祸，好多人围着去看，看热闹，又没死到他的身上，他死那不是他，这叫愚痴了，这叫愚痴。要想避免这些个，得得到如来的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十八不共，无量的诸功德。用这个来示现度众生，让众生希求佛国，希求圣道。这些个对我们出家人说啊，再说宽一点吧，我们这还有两座，还有优婆塞、优婆夷。佛教导你做什么，你一步一步做起，能做到华严菩萨这个样境界。有人问我什么叫华严菩萨，我说你读华严经，诵华严经，就叫华严菩萨。华严菩萨没有什么特殊的，你读华严，诵华严，照着华严经的所教化去修，这就叫华严菩萨。你天天诵华严经，哪管诵一品，送个净恒品，送个普贤恒愿品。净恒品是因，到了普贤菩萨的位置就是果了。要想避免生老病死苦，就修如来的三昧，是如来的实力，是无所谓，十不共空，所有无量的是功德，拿这些来度众生。即心教戒即身足，悉是如来自在用，比如大士皆示现，能使众生悉调伏。住了诸位的菩萨就能示现佛说的教法。菩萨种种的方便门，随顺四法度众生，比如莲花不着水，入世在世令深信，这个要讲讲啊，能使那个不信的让他生信，那要种种的方便善巧。菩萨呢，他用种种的方便善巧，咱们因为说佛法度众生，实际上佛所教授我们的方便法，用四法说世间的相，以四法随顺众生来度众生。生老病死，奈别离怨憎会，五蕴之上求不得，这都是世间法。随顺他，他贪恋哪一门，把那门给他说清楚。你说清楚他就信了吗？是不是现在赌博啊，赌博大家就是为了那么或者掷骰子也好，或者赌博嘛，什么方法都可以了，互相赌博。谁也把布什当总统啊，选上选不上啊，来赌博，他当上了我输了，我给你好多钱，他当不上我赢了，你给我好多钱，这都是赌博，并不是像要工具，要工具人家罚款抓住要就坐监狱，有国家限制不准赌博。现在不是像过去了，虽然是几个人一吆喝，赌赢赌输，说谁当选谁不当选，拿这来做赌博。我说有没有赌博啊？你要生病，这来拿赌博，你生病我赢了，你不生病我输了，我给你钱。什么都可以做赌博的工具，我说这意思就是这个啊。那你随顺度众生的时候，随着世间法来度众生，
给他说赌博是害人的，赢了也害人，赢了怎害人呢？你赢了，你把钱得到了，那个输钱的他家里闹架呀，或者干什么呢？打离婚呢，往往就因为赌博引起的。赌博说多了还不起债了，怎么办？抢去，那抢被人抓住了，抓住了犯法了，钻起来了。那抢的杀人，现在社会上专门有绑架的。绑架就把这人绑去，让他家里人拿钱赎，让他亲友来拿钱赎。什么方式都有。就是菩萨度众生，随着现代这个世界的因缘，劝说他。这是犯法的赌博，买彩票的赌博犯法吗？国家出的，买奖券，买赌博。我们好多佛弟子去花1块钱也能得到10万，也能得20万，得到100万，请大家买的多少了。但美国我们好多的道友买那彩票，买那股票呢，是国家赌博，国家给你赌博，大家买了，买完了那国家得了财富，财富国家得了。这叫要贪呢，贪呢，那给他说什么呢？对了，这类众生，我说这是叫犯罪呀。所以不犯法，国家鼓励，鼓励让你买彩票，国家跟老百姓赌博呀。他谁也不出啊，你买彩票他就赚了，你买吧，1万个人怎么买？他得的人，我自给他1000块钱，我收了10000块钱，这国家开赌馆啊，国家开不犯罪，私人开犯罪了。买的人多不多呢？很多，很多。我们好多的在美国的出家人、四众弟子，为他买股票不？好多人都在买啊。这些个属于什么贪呢？贪必穷。你买1万回不见得得到1回啊，你先输了你还赢吗？你买的时候就输了，能得吗？随顺方便教化众生，现在这个事儿，世间它是事儿，非常的复杂。过去在我们旧的道德标准，现在都没有了。那你现在你菩萨度众生时候，你就视线随顺现在的情况，现在的情况。人人耐惜生命，人人拿生命做赌博。人人想长寿。现在知道世界上药类有好多呀，特别是补药非常之多，投其所好。因为现在大家的现在做这个众生，一方面他无尽的消耗，一方面呢他还想长寿，这个颠倒，颠倒。那菩萨的现实生活当中，那你给他说很多的法，是吧？让他安静一点，不就好了吗？现在人非常不安静，打仗是死人的，但是大家提倡打仗，鼓励打仗，战争做种种杀人的那个武器，越来越精了。现在什么电子战呢、信息战呢，不是那武器跟武器战了，电子跟信息战了。那菩萨在现实当中，说是现实的法门，那叫
不是咱们说你受个三乖啊，吃个五戒，嗯，这些人还给你受三个五戒，可能吗？有，但是这一批人不同，嗯，你怎么能够教化随顺度众生？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啊，佛没有说，佛就要你随着种种方便视线度众生，这也是佛说的。嗯，现在现实的度众生，调伏众生，嗯，依照佛的法得行种种方便，这个方便就没有限制用什么法了，等你把它度了。让他不去作恶，让他行善，这就达到目的了。所以佛告诉你，随顺四法度众生，你度众生得随四件法。说不行，我得持戒呀，250戒呀，10种48情戒呀，他不听你这套了，他不听你这套了，那就随顺他吗？嗯，菩萨啊，菩萨。不是比丘，不是比丘啊，是吧？菩萨的种种方便法门，接着说方便了吗？方便是不信的众生，令他能够信。你说这个世界上说这么恶劣，但是做好事的还是做好事啊。这个慈善基金会啊，那个医院呢，那多了，这就是做好事多众生的，这也叫方便。嗯，那病很重，你使他能够不痛苦了，嗯，你那念佛念得很有功力，你给他念念佛，他一念他好，他信你不信你啊？对，当然他就信了，对，但是。大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不拘于一切行为，只要众生得了利益，譬如莲花不着水，大家知道莲花，莲花必须得长到淤泥里头，不能长清净的旱地上，它生不出莲花。莲花的根儿必须得那污泥，那污泥是污染的。那生出来莲花呀，可是又香又清净又洁白，人人欢喜。它不是长在清净当中。说你度众生，说到极乐世界就难度了，让你度吗？还得活娑婆世界来度众生。能够是现实的。情况使他能够深信入佛道。佛道不是现在给众生讲，不一定单讲的我们的佛像啊、菩萨像啊、什么经书法，不要这样讲，说你的心就是佛了，心清净了，就是佛就清净了，心净在法净，你随顺世间。令他能够深入，达到什么目的呢？不信的令他信，他很痛苦的，你使他病苦减除，他不信你吗？但是他求你不灵，他不信了，一回不灵，两回不灵，不信了。现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特别灵，我们这和尚的寺庙就是介绍所，那法师就是介绍人，劝他或者念地藏经啊，或者念观经啊，念地藏菩萨，念观音，他一念呢好了，医生治不好就好了，他不信吗？他信了，那你这介绍所也就好了。咱这介绍所可没取费啊，没取费，你给他介绍他好了，他就供养了。
另外一个咱们自己行，人家看见了你清静，看你好，人家那么容易难挣钱，一个月工资拿好多呀、啊。供养我们寺庙，供养我们和尚的红包，想到没有啊？那是他们乃至于做犯罪，有些钱是犯罪来的，犯罪骗人、欺骗、奖本图利。现代的众生供养三宝的，现在的佛法僧，佛法不说了，僧宝，是不是住持三宝嘛？你负担很重啊。现在你所受受，你所受的不是清净的、啊，你像例如说，妙音跟我讲，现在我们这个煤炭比人家就减少很多钱，还有人家供上我们一吨呐、十吨呐、百吨呐，那煤怎么出来的呀？在山里挖出来的。挖煤的时候那苦难，我大家看到了，挖出来还得经过汽车运，那个运的时候运输现在路上堵，大家都黑夜不睡觉，黑夜运，找那空闲时间运，非常的辛苦，而他挣这个钱很不容易，拿来信仰我们，来给我们，我们就坐这儿，说你要是不修行，没有力量给人家，这个样行吗？你还不去了道，还不去修行，你的修行不是你自己独得呀，你还得给人家呀，你得衣食住行，哪样不是人家受苦受难换来的，完了给你，你这个菩萨应当怎样办呢？就是种种方便善巧，随顺世间，利益众生。我们也在这个社会当中，这社会是污浊的、不清净的，就像那莲花似的。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清净，开出来莲花，开莲花，对，不信者令信。以性者令他增长，以增长者叫他成道，使他智慧圆满。人人都应具足，记住什么呢？行菩萨道。我问我们好多道友，他觉得他不承担的，他说不是菩萨。我说你受供养不？我没受供养。我说你住在庙里头，庙里头来的是怎么来的呀？你的饭怎么来的呀？你挣的呀？你穿衣服怎么来的呀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没得道理，假佛菩萨的道理吧，念菩萨的圣号，或者读诵大乘经典，不是为了自己，那是为了众生，就随顺四法度众生啊。随顺世间相，随顺世间法，广度一些众生。我事先跟他同事的，这咱们现在比丘做不到，我们不要还书跟他一块做事情去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有这几种立生的方法，劝我们那个在家的三宝的信徒，觉得随时的在你这个群众当中、同事当中。劝他们信仰、信因果、信报应，多做好事儿，别造业。我能让他念念佛、读读经，这以这个度众生。雅士冤才文宗王，歌舞谈说众所心。一切世间众计数，譬如幻似无不现。
服下四县的那个文章，做文章，做诗词歌赋，乃至于做文学，做科学家，王者是自在业，就是包括一切了，包括现在的最思想的做科学家。科学得发明令众生得利的，不要发明武器，不要去杀害众生，或者唱歌，或者跳舞，或者谈说，大家伙信仰的，歌厅、舞厅，这里头很少菩萨，也不能说那不是菩萨。凡是一切世界所有的居所，乃至像公幻师幻化于境界相，菩萨都实现，不但实现，能得到成了成就三昧，这叫三什么三昧啊？世间三昧。上回来跟我那个受三规那个，在北京他演林黛玉，我说你要回向，怎么样回向呢？回向让一切人跟你接触着都能得度。都能得度，怎么样得度呢？让他能够信佛，信一切诸法，入梦黄袍营。他党的不知怎么样，他说要一化妆看那个化妆像呢，那很美嘞，就是林黛玉了。对，因此啊，这叫技术，这叫艺术。大菩萨四现同四仙，所以就前头讲的在莲花不要捉水，可不要无淤泥把你掩了。不论你现种种相，目的是引诱众生，这叫四现同四摄。这一下四现的就多了啊，以下这个送的这个寄送都是四现的。回味长者一宗主，回味古客商人岛，回味国王及大臣，或做良医善宗乱，或者做医生啊，或者做国王啊，或者做大臣，菩萨化现的啊。回与旷野做大树，回味良药众宝成。你说旷野做大树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木有很多黄果树，我记得我还是当犯人拉那个大车的时候，哎呀，拉的那满头是汗的时候，太阳有毒，哈，看一个大黄果树啊，大家围着在乘凉，高兴。那黄果树就是菩萨化现的，菩萨化现一个黄果树，作为印着印良众生，菩萨还化现良药。我听个故事啊，四川出黄连，到了黄连，黄连黄连宝，黄连宝，那个黄连不由你神病吃了就病就好了，实现黄连，啊，菩萨要实现药，实现黄连呢，就治一切病，在天山，新疆天山雪莲。雪地里名字叫雪莲，那你高烧的或者各种的凡是火烧的病，那黄连把它七杯水喝了就好了，这是四现一样的。那旷野或者下雨啊刮风啊，那菩萨四现一棵大树，使众生到底下啊，又可乘凉又可避难，或者四现良药。我看那煤炭也可能有菩萨实现煤炭的，宝藏嘛，宝藏里什么行程都有的，菩萨有没有实现石头的？来你做殿的地基，修宝殿的，什么都实现。四现嘛，大家知道四现的意思吗？像我们这里头有些菩萨四现的，
事先做比丘，事先做比丘尼，事先做居士，事先同类啊，他互相就把这同道的就度了。嗯，事先宝珠，我对那个好多的药材我就怀疑，药材是无情的，哎，无情的它比有情还灵。大家知道天麻，药铺里都有天麻，脑子不灵性了，用天药配药治脑的。但是天麻有几种，有明麻，有密麻。密码的天麻，你看见它了，你这样去逮它，逮不到了，它没了。那密码呢，你看它了，你不要看它，离它个这个很远的就开始望，才能把它逮到。明码呢，你谁都看见，跟那抹就行，就得到。就是密码，我这是不是菩萨化现的？还有人参，咱卖的人参是重的，效果不大的。大家知道我们长白山人参吗？东北人参吗？挖人参怎么挖呀？我东北叫棒槌，挖棒槌，一个棒子很长的，现在都没有了。那杆上啊，打一个人针，拿银子打的。离很老远看见它的苗了，那不是到了山里就挖到的。三年五载碰不到一颗呀，宝嘛！一发现那苗，离很老远就把这个就这棒槌啊，就甩过去，就定在那儿，还得喊说棒槌，哎，一定下去，人参跑不了了。你围着这转圈开始发旺，这棒槌，还有脆散，我知道很多药物，你说它是动物。是植物不错，是植物，但是它比人还灵。你很不容易逮到它，还那接骨丹叫翠色。它在树上嘛，是个植物，都是树字一样的，它落到地下就是动物。虫草这些个可能有菩萨实现作用，这叫咒术医药，一切药。现在这个咒术也还很灵，对，现在印度那是非常的灵的，人念咒，念咒能够制止，能够变化。所以凡是一些滋生工具的，能实现利益众生的，菩萨都能实现。有的世界刚开始成就，咱们没有菩萨的那个大智慧，没有那个天眼看不到的。有的世界成就，有的世界在变坏，有的世界在消灭，有的世界常才在成长，是种种的不同。还有自身的工具。菩萨什么都实现，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，看你有这福报没有，没有这福报你遇不见菩萨，遇不见这种实现的。还菩萨给众生实现种种的行业，种种行业，种种行业里菩萨为了度众生吗？还抵挠实现抵挠众生，那要造业众生抵挠他，使他做不成。这些个都有，或者自己以那个殊胜的殊胜的功力能救度众生，自止那些造恶的人使他造不成。毁见世界始生力，众生未有之生聚，世时菩萨为工匠，为之四现种种业，不做敌恼众生物，单说利益世间事，咒术药草等众论，如是所有皆能说。一切三人，一切仙人，殊胜行，人天种类同信仰，如是难行苦行法，
菩萨随应喜应做，喜能做。咱们说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那可不是一句话呀，那真得给众生做事儿啊。给众生做什么事儿呢？做利益众生的事儿。但是得发大心呢，发大心呢。先没眼前吧，现在我们这帮知格师可能又换了，换了一帮新知格师了。当知格师，人家在这听经，他不能听。当传达，当个传达嘛。知格师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师傅，哪些人会呢？”我说：“没有时间。”那边人要求他要见老和尚，这老和尚又不答应。这知格师在当间可难了的，那要见的，他不说老和尚没答应，他说知格师不给他演。为什么他不怪老和尚？哎，他说别怪老，怪老和尚，老和尚回来有力量，是我要倒霉啊。知格师小和尚没关系，那知格师就苦了。每一件事儿都想到，咱们在这儿讲经。那边小居士，那运土了干啥了？没有敢建设嘛？因为什么呢？那不劳动在这出不了家呀！你不劳动，人家不收你，那没办法。嗯，有人想听课，听不到。要出家呢？想找老恒剃头，都要想找我剃头，好像我一剃他就成就了。其实费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剃他剃都一样的。这心理作用，这叫思想作用。有时候我每位菩萨设身处地给人家想，不要光想到自己，这就叫菩萨，总想到别人，很小没有自己。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牺牲自己帮助别人，能做得到吗？我练习七十多年了，不行不行，距离远得很，不顺自己的意了，那不高兴了，就不干了。以前人家请讲经，请法师讲经，很困难的了。不是谁一请法师就讲去了，我法师架子很大的了，对，有好大架子吗？稍微不对不讲了，稍微气不顺罢讲了，稍微哪个不周到了，发脾气了，法师还发脾气，法师脾气更大，知道吗？将来你们诸位法师出外的讲讲课，你就知道了，知道你那脾气好大了，这叫业障。不是说菩萨道，像这样大菩萨登了柱的菩萨，信位具足的菩萨，完全不同的了。那怎么样呢？多忏悔，多回向，